哎，菲菲总，菲菲总，哟，高经理也在呢。怎么了，王一凯？这个，哎呀，高经理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事说吧。哦，那个菲菲总，咱俩算不算最好的朋友啊？嗯。哦，对，也算是。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啊？什么事？不是小凯子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安排相亲去了？哎，高经理，比这个还重要呢。那你快说。说吧。那个菲菲总，你能不能帮我生个孩子呀？王一凯，你说什么呢？菲菲总，我就是想用孩子来维持我们的兄弟关系的。小凯子，你脑子坏了吧你？你给菲菲总称兄道弟了，你让你兄弟给你生孩子？哎呀，不是，那个我妈催得紧嘛，过年再不带女朋友回家，我妈就打断我的腿啊。哎呀，你这种事你找菲菲总干啥呀？你找我，我给你安排一个，你拐弯抹角的。哟，高经理啊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王一凯介绍。哎，小凯子，女性命面上转呀，上面好看又热情的美女特别多，是吗？对，上下就有美女主动找你聊天，消息还能秒回，然后女生的资料和动态随便看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，然后想视频就能视频，大家同城见面还方便。这么好吗，高经理啊？对，我和我女朋友就是用面面的夫妻相功能匹配到的，是吗？你看，聊一段时间，距离不是特别远，就能出来。确定关系了，想要脱单的认真左下角连接下。哟，高经理，挺不错呀。王一凯啊，你去找啊。高经理是挺好的，但是没事，小凯子，你不用感谢我，快去。高经理啊，啊，我看你挺闲呀，快离职办一下，去工地搬砖吧。王一凯，你想不想去啊？啊，我不去了，我一会儿给我女朋友还有事儿呢。啊Oh!